未来的幼苗需要呵护，老人需要关怀，母亲渴望保持青春。英特普斯公司以 HOF 和 GOS 品牌产品为数百万消费者奉献安全和营养。为了我们的将来，食品必须更多的营养和安全。纯天然产品给消费者的健康带来安全。英特普斯公司向市场推出了 HOF 和 GOS 两个品牌的主要产品，酸奶油、奶酪和酸奶，以及20多种不同款式的产品。酸奶油、奶酪及酸奶营养丰富，是目前已在全国1000多家大型超市销售的安全产品。HOF 产品是纯天然，无任何化学合成物质，并具有5大特点：无合成甜味素、无合成香料、无合成色素、无麸质、无防腐剂。HOF 酸奶油使用从世界上著名原料区域进口的纯酸奶油，并补充新鲜和香味的牛奶，很利于儿童每天使用的健康。HOF 奶酪是按新鲜奶酪的技术生产，其成分占95%，其余部分补充从欧洲进口的新鲜水果。HOF 奶酪对在学习、娱乐、活动所需要高能量的儿童，真正达到了营养系，并助于他们的智慧、身高及健康的发展。按欧洲质量标准生产的 GOS 酸奶是含有各种有益于儿童和老年人健康的营养丰富的产品。 GOS 酸奶油是食欲欠佳的儿童和老年人日常不可或缺的食品。 HOF 和 GOS 是真正的纯天然，具有丰富的营养、维生素和矿物质的安全产品，先进的工艺为消费者创造了健康的安全食品。由于英特普斯公司已经同步地投资了先进的设备生产线，它具有自动检查、以高温高压自动控制生产过程和绝对无菌技术生产，为我们提供了营养丰富、天然和安全、保质期从60天到300天都不会变质的优质产品。由德国 GE 和 Bosch 两大国际集团提供及合作，使用了世界上最先进的设备生产线、最先进的生产工艺技术。此外，从比利时进口的最先技术制成的产品外壳、绝对无菌包装技术也是我国公司。此外，从比利时进口的最先进技术制成产品的外壳、绝对无菌包装技术也是我公司一大优势之一。使用多层40微米的铝膜，外包装中间层使用无菌化合物材料作为防止细菌渗透的隔层，同产品接触的外层是 PE 材料，确保遵守欧洲和世界卫生组织的食品安全的标准。绿色原料为消费者创造了绿色产品。为了确保每种产品的高营养含量、纯天然和安全，本公司根据天然原料的标准和按照国际绿色产品的标准，已经严格地选择进口从新西兰、澳大利亚、欧洲等国家和地区的原料。我们生产系统完全符合于越南 ISO 22000、2007的标准。2016年，我们公司 HOF 和 GOS 两品牌已荣获2016年越南优秀商品之称，公司主要产品都荣获为信誉、质量、安全，为销售者的健康。我们英特普斯公司为消费者健康服务，就在2007年刚成立时，英特普斯已经确认本公司的使命是将高营养含量、纯正、纯天然的 HOF 和 GOS 品牌产品提供给越南境内数百万老年人和儿童，共同建造健康和安全的未来。工厂占地面积为6万平方米的英特普斯公司位于离越南首都河内市中心仅15公里。本公司为全国各地区广泛提供产品分配系统。为了确保高科技的先锋位置，英特普斯公司已经与德国首位多行业 Bosch 集团合作，采用现代设备的生产技术，向市场供应了10000多吨纯天然、安全、具有执行五无的食品化学物质的高级产品。我们公司不断提高生产能力，研发新的产品，不仅目前满足越南人民的需求，同时将大大提高产量，推动向亚太市场销售产品。未来的保健，发展趋势。